的事儿。那你跟我说。我以前都是一直在忍。来到了现场，来吧，我们一起迎接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热烈欢迎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把门打开。这两年是来参加什么晚会啊？你们俩给我怎么着啊？我是蹲练舞台，你们班能给我留个地儿吗？你往中间挪点。来吧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嗯，苏老师好。嗯，大家好，我叫小凡。啊，真是出手不凡呐。嗯，我是大鹏的室友。嗯，你今天为什么来呢？他俩的矛盾可能有一部分因为我而起的吧，今天来就是想把话都说清楚。嗯，那我问你，你跟我男朋友到底什么关系？我俩就是普通朋友。那他的房间是不是你打扫的？是我打扫的。那他衣服是你洗的叠的吗？是我洗的呀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也真能混得出去，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吧你。怎么着，我怎么不能承认呢？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男朋友打扫去啊？哎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他有。不好意思，薇薇啊，那个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。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，我之前问你，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。你还骗我，你太有心机了你，你就是他抢我男朋友了，你还跟我说。薇薇，你够了。你还喜欢我？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，那分手吧。啊，行了，小凡，你也别吵了。别闹，那逼他要分手，他就是来跟我抢你的。我来之前不告诉你了吗？你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，你还跟他吵什么？哎，这朵宝怎么会在他房间呢？就是那天我打扫房间嘛，帮他，啊、然后就是可能就不小心掉了。你看我头发挺长的，对吧？嗯、啊，说你头发掉哪儿？你掉到寝室地儿了的。这个我就，他感觉是故意的。那另外我问一下，你平时也穿这样吗？对，我喜欢这样的。啊，你平时就是你不喜欢我就算了，你行了，你别闹了。我问一下你啊，小凡啊，嗯，跟他是合租的室友是吗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？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大爽特别累啊，然后微微也没过来打扫房间。哎、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？因为都像你、啊，我没工作呀。大爽怎么样？我觉得大爽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。就你认识大爽在先生？对，我认识大爽已经三年了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我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对啊，普通朋友你帮他干这些，是告诉没有无私啊。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吗？我求求你收收你那副假的嘴脸吧。那大爽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？他想叫我来就是帮他解释一下。嗯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。对，微微，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。来，你别跟我吵。你们慢慢解释。那你说呀，那我看你说什么。来，站到这儿，这是解释的地方。来，站这儿，站到对面。来，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姿态嘛，对不对？
他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以及你的事儿，必须今天在这儿说清楚。啊，接下来是大闯和小帆的告白时间。我先说吧，说完就走了。那你说，大闯，其实我今天来，我并不是说帮你大闯来追回女朋友，就是说我要走了。太好了，我知道啊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嘛，然后家也挺放心的，所以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家人已经帮我安排好工作了，甚至还有我的相亲对象。大闯，是我小帆是喜欢你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？我现在说了呀，我是喜欢你。小凡，你还我之前觉得我对你做的那些都，哎，你先别，你先听我说完。我没想到你，不是你记不记得了？我刚来的时候，刚搬过来，工作没着落，跟你们住在一起。有天晚上我发烧了，39.8度，我浑身都在冒汗。有温暖的发射，病得特别重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这时候我妈打电话跟我说，说女儿啊，过得好不好？我说好吗？我过得特别好，我朋友叫我吃饭呢啊，不跟你说了，赶紧把电话撂，我都怕我哭出声来。然后当天晚上，哎，因为实在太难受了，隔壁那个小厨姐还觉得我吵他们呢，给我撂脸色看，我只能躲在被子里悄悄的哭。那天晚上可能你酒吧完事的早，就回来的也早，你听见我哭就过来安慰我，你过来给我披衣服，过来带我去医院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想。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帮我的话，我当天晚上就走了，不可能这个城市待这么久。你去让我感觉到这个城市没有一点温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唯一能给点温暖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师兄也这么对你，是因为我有点羡慕你，我甚至嫉妒你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你有大闯这样的男朋友，我什么都没有？哪一个女汉子不是从软妹子变过来的呀？我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去做，而你呢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来绝对不是想抢他的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所以你们的事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参与了，对不对？你啥呀？我觉得你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了，你应该对大闯好一点。大闯每天真特别特别的累，他每天喝那么多酒，要你早上记得照顾好他，然后倒一杯蜂蜜水。